我要跟你讲，压到没有泡泡。要怎么接？自己接。不用接了，就这样动的话就好了。这个是等比例的吗？接起来就跟我这张一样大。老师，我们的那个纸哈是比较大，那我们就四分之一。你可以自己放大，没有关系。啊，如果你要画的跟我一模一样的话，哇，你就把它边裁掉。哦，干污了那点。用大的练习，不要一模一样。老师，我有经过，第一次来看你课的时候，回去抖好久，睡不好。然后第二个礼拜，在第三个礼拜，感觉说自己应该可以画了。真的，因为。跟你之前的生活相差太大了。嗯，哦，再严重。真的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个松树啊。我们这个松树，因为它是散开的，所以哈，你要把这个它的外形，好，把它填满，让它这个轮廓呢比较重一点啊。好啊，我们是你怎么皴，笔法怎么样皴，好，你就是怎么染。也是从上到下，然后这样依序的下来，好，这样染起来的话，它就比较蓬了哈，比较有一个厚度。那我们拿墨的关系，我们一定也会从浓，然后染到淡，好，它淡的会出来，好，然后这它的外形就是像那个扇形这样子。老师，如果从淡到浓会怎么样？这样就眼睛会没有，你就是不会怎样啦、啊。但是跟我们的我来起来习惯，拿墨的习惯不一样。大哥，坐你起来，我来坐，我来坐，来。我来唔坐，我坐啦。你啊，我在后边来看我啦。后边看无？我。一个摄影啦，我这里给你站。是啊，我这里是我刚翕相，看无啦。啊，这有大哥的机啦。这样可以看得到就好。因为我们拿墨啊，都是中这个笔尖哈沾浓墨嘛，所以你不管怎么画，它都第一笔会是最浓的。啊，后面是水泥，当然出来的，你前面墨被用掉了，后来水一直跑到底下来。它就会越画越淡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跟我们拿墨的方式有关的、啊、那你说如果要从淡到浓也可以啊，你就是你纸都调这个很淡的，然后慢慢的加进去。我想说水彩画不就这样叠？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一直想这个无聊的问题。拿墨的方式不一样啊，还有纸材质也不一样，你就是可以这样画。那油画又不一样了，油画好像都是。浓的先，其实浓的跟白还是浅的先都无所谓啦，都有人这样画啦。那因为它是不透明的，所以它可以一直叠上去。而、我们这个呢是，一下笔它就吃进去了。好、哦，你不能拿掉它，因为我们没有白色，我们白色就是留白，好、哦，纯色纸的颜色而已。所以我说纸如果白一点的话呢，比较好营造出那种感觉，好、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松树染起来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从石头来哈，我里面这个盘子里面的墨呢还算蛮黑的，所以我不用去拿最浓的。好，这个石头里面呢，这个是暗面，线条多的地方是暗面，可是它的白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些白的细碎的白呢结合起来，这个就是染的作用。它可以把这块石头呢做得更扎实，然后更有厚度一点点。那当然有一些派别呢，它是省略这个染的过程，它就直接着色也是没有问题，也是可以哈。那这个染的话呢，你除了可以让它这个更厚实以外，如果说你的皴画得不够的，你可以趁现在，好，你如果是水少一点，水分干一点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多做一些石头的质感，哦，把它画出来。好，
斟酌一下，留留反光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接触水的这边，我们要把这个轮廓呢先分开来，所以这边会稍微暗一点点。好，好，那我到底下来这里呢，因为我们没有胶带这一块，所以就要把它做成烟雾。我们染到这里，好，那做成烟雾的时候，你的水可以拿多一点点，那一样把比较浓的拿在尖端，后面都是水。好，一笔一笔这样染下来。你买回来过去，我都想无落啊嘞。我是较甜。不是，你坐安那拢无要紧啊，但是你买来安尼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还没处理这块瀑布，所以我们要先用淡的把它刷开，把那个渐层做出来。好，刷，先把它刷开就对了。好，然后这里要染上去，这边也是要胶带一下。好，这样不够不够浓的，你都可以回来加深一点点，但是要在你现在画的是圆呢。烟雾而已，嘿，还不到云，因为瀑布冲下来这边呢，就是雾气上来，有一股雾气上来。那么烟雾的话，也是就是你没有想要胶带的很完整的时候呢，就是让它用烟雾把它藏起来，好，这样说明了。好，这两块石头呢，我们总是要有一颗是最亮的，所以我们要先用淡墨把比较后面这一颗呢亮面先刷掉。那留下一个最亮的亮面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它才会有一个焦点。那这里还是亮面，只是它比较暗而已。好，好，那么这块石头的后面呢，也就是景深的部分，你可以先把它带上来。好，景深，而且它上面也是长树嘛，那么长树的地方，它也是阴影比较多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用这样碎笔慢慢的渐层上去。好，这边也是先把它画的淡，让它出来，让它有一股烟雾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处理到这里。好，如果觉得不够黑，你可以稍微拿黑一点的，趁它还是湿的时候干掉的话，笔触就会很明显。你现在把它画上去，它就会渲染开来，它的笔触比较不会那么多。好，景深。好，然后换另外一边的石头。亮面，好，我们都是以正面光为原则啦，哈，好，只设定是这样，正面光在这里，那线条比较多的地方就是暗面。所以这边都是凹进去的，好，然后这个亮面呢，也不是全部都很亮，它不是平面的，它还是会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方哈。所以我们要用比较淡的淡墨去整理。好，这个比较旁边的，我们会用比较大面积的去刷一下。让它烟雾也是顺便带出来，好。好，那么这三块呢，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，到底是哪边比较暗、比较亮哈。中间这块比较小，你可以先把它涂掉，好。然后这边因为有墨韵还不错，所以呢你就不要涂掉太多，这样它这几块的就会有一些焦点哈。然后再来从这边过来，这座山。也是一样，你先把这个暗面的设定先画出来，这边就是暗面。好，那因为这里呢，我们要做一个烟雾，这个烟雾呢其实也是留白，那这个白跟这边白你也是要取舍，所以当你想要凸显这边的时候，这边就要暗，这样哈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用很淡的淡墨，把它涂掉。
哦，如果就说，哎，我这边墨玉很好，涂掉很可惜，那这边也很可惜啊。好，所以也是要取舍啦。那你染的时候呢，有一些笔触留下来的，啊，这个也算是，补一些皴的画法啊，所以你都可以去做，好，往上画。这边呢要做的比较仔细一点，因为它比较靠近中间，所以这里的三臂我们做的比较仔细。好，好，这边边边角角一样涂掉，让它哈整。整张画面有一个光源的效果，涂掉会比较整齐，是不是？就是让它光源集中在中间，哎，因为亮在中间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烟雾做出来。然后顺便，这个瀑布流到这边哦。这个瀑布因为小条，所以你染哦，只要画过去，白有流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就用烟雾把它遮盖，好，至少会遮盖底下一点点这里，好。然后这个烟雾呢，你要串到这个松树里面去，好，不要被松树的形影响你的烟雾哦。因为这个烟雾是穿插在松树，它有可能是在松树的后面或者是前面都会有，所以呢，你要因为它淡，所以你要穿插在松林之间。那瀑布的两边呢，你尽量把它画暗一点，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凸显这个瀑布的白。这里也是一样，因为这边的山呢，它是很靠边边的，所以你是要把这个白呢不要留太多，局部有就好了，有墨晕出来也算是白。好，这里暗面都先做了哈，这样你比较好去把这个山的轮廓呢分辨出来。好，这座山，好，的景深也是要做，跟做树的这一层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是烟雾。这个溶淡就还要很。对，要再淡一点点。然后这里因为远山我们底下已经很模糊了，所以我们不用去做这一层。好，它这本身已经做出来了哈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层呢，从浓到往上。画淡，画开就好了。那么远树叶不要管它了。嘿，对，树叶有点就可以意思意思就好了哈。
这个用形式就造不出来了吧？那造出来松树了，他可能有看过我的画，刚吓到，而且他弄了一颗很像的。然后这边呢，瀑布哈、哦，它的来源水口我们也没有交代嘛，所以呢就要把这个口水口哈、哦、封起来，嘿，让它有弯过去的感觉。好，因为那么小，我们就不用交代的那么清楚，所以就用烟雾来代替。好，好，所以这边就有很多烟雾。老师，我有一个很笨的问题，是烟雾的笔法跟一个水瀑布的笔法有很大的。瀑布完美画，就是为什么画出来你画出来可以分辨出来，我画出来全部摊在那里，这是重点。可能那个例子马上拍出来，我们画出来变平面的，然后就摊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嗯、不用急。我说哈，其实这个基础稿的学习哈，没有那么快。你如果真的要扎扎实实的把基础稿学完哈，至少啦，也要花一年的时间啦。对，对啊、至少啊，我们还有一年，我们学一年多，不要急，基本功要学、啊。我以前在学画，老师你很会安慰人。然后我以前学画的时候，我是画的第二年才开始着色呢，你就让半年我都好令着色了哇。对，就是，所以第一年就是在画树枝、枝头跟这些东西，画一棵树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有时候一学期都在画树。你会画到疯掉。对啊，所以光树枝可能要好五堂、六堂、十堂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棵树。你说什么？就是光一个，譬如说鹿角子或一棵树、嗯，可能就要画个几个月这样。对啊，啊，就问题是现在没有人想要这样学了啦，因为这样多无聊。如果这样教的话，人家跑掉了。这样很无聊。你讲我去学一次就疯掉，我就不想学。除非啦哦，那个学生就是明确告诉老师，你训练我，我照着你的目标来，没关系，这我接受。鹿角子一个月，你给你讲完，他就把你干掉。鹿角子。好。这边这个水、哦、也是有落差，所以这个落差这里也是要封口。嗯、这个各请老师讲一下，这、哦、他说就这样画、哦，你就照这样画、嗯。那也叫封口、欸。文化中心就好几个老师这样讲。真的吗？够我，你就这样画，你就这样画。欸、很屌呢、欸。为他为公公教我呀，今天我们看到这种老师，看到你的搞不行的话，欸、就不看你了。老师，你今天你回去自己再反省，再看一下，再画再画一堂课来。这样子呢，直接同学所以，请问各位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可以啊，老师讲得很亲切啊，真的。我那到现在，我们从第一堂到现在都没有跑嘞。你去文化中心报一堂课看看。我们从第一堂到现在都没有跑嘞、那個。那个叫做学校派。老师有亲切啊，有学校派的。他就要在训练学生。啊哦，是啊，我跟你这个重点是看人家画的时候很过瘾，很疗愈，自己画出来的时候。公园班上课以后，老师才会讲，没有以前你没有这没有讲了、啊。讲什么？你以前在上那个什么那个树啊，那个是谁？那个婴儿那一班。丽儿，那就婴儿啊。婴儿那一班。我以前没有这么讲吗、哦？没有啊，哪里有讲？是吗？都是开始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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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先插话会了，才开始上课、啊。我想讲，因为你那种录影啊，啊，我若无讲者，好、啊，很干。我们听久以后说的一些好话，所以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一班啊，要感谢那个凤鸣班的。你挡到镜头了。他们初学的都可以。听这样的话，嗯，万一你来去文化中心初学就是画树，老师说你就这样画、就是，你就这样画，那个在训练学、啊、学校学生。老师后来我安慰我自己，我要来学那个树的怎么画，我上了一两堂课就不想去了，挫折感。因为你错了，我还不够老吧？没有，你错在哪里？他就直接跟你讲说，哦，你这次不行，直接回家再重画，这样子的。其实他这样教才是对的，他可以，啊、他可以教出。但是你挫折感很重哎、欸，我不想去了。
有立体感，好美。你看初学者都可以听，然后画起来我不知道什么，就像一滩平面全部糖在上面，一坨，就像那画棒棒糖那种苹果树之类的。好，结束。好美哦。